以来谈到说我是原住民，我们都会觉得都很自卑啊，好像都觉得是当一个原住民是一个没有办法立足在社会里面，找到自己的，毕业之后很奇妙的就这样子，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是可以很大声的说我是一个原住民，而且是排湾族的乐器。他兼具传统跟现代，从他一路上的这个专辑，他会先学习传统，但是他也知道说如何在现代的环境中让台湾族音乐可以让大家所接受。我觉得哈，音乐的人或者是教育的人都必须要有一股洒劲跟执着。继续哦。我觉得要用鼻子吹是蛮难吹的，第一次吹口鼻笛的时候会头晕，最主要就是让他们去体验说制作跟吹奏啊，原来台湾怎么鼻子吹奏的这样其实是很不好吹的，一直吹一直吹一直吹的时候就不会再头晕了。